万万爱心基金会赞助大学社团，带国中小举办免费的夏令营，让孩子可以接触台湾在地的习俗文化。国小学童们都玩得不亦乐乎，寓教于乐，也让他们认识到了舞龙舞狮和国剧脸谱，大呼收获良多。 小朋友放暑假了，很多家长会帮孩子来报名夏令营，而旺旺集团认为本土文化就是要从小扎根，赞助了大学社团，免费来带孩子体验传统习俗还有文化。舞龙或是在台湾夜市中很常见的丢水球，扑扑乐，丢圈圈。 手绘国剧脸谱，这些都是孩子平常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到的。大手牵着你的小手，是一棒接一棒。以后呢，等你们大了之后，念大学也好，也许呢，你们一样跟他们一样，会到国中、国小去协助这些跟你们现在一样的小朋友。 基金会不止出钱，还提供饼干给孩子们当奖励，希望能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也让他们能够把文化的传承继续延续下去。